好想回到那个课堂，他坐在我的左前方，黑板上的 N 次方，答案在他右手上。我们就像平和旁，一人一只脚站在地上，不会分开的模样。我有我的方向，他也有他的方向。写给你的情书变成了纸飞机，变成我永远的秘密。那里有太多的回忆，那里有解不开的谜题。我对这里充满了歉意，是留下还是离去？好想变成还是哭泣。